拜托自己不要哭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今天感触比较多了。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艺人吴宗宪宣传七月小巨蛋演唱会，记者会上试图把话讲完，但眼泪不听使唤掉了下来。觉得马拉松比赛，说到关键字马拉松，就趴在桌子上试图掩饰不受控的情绪，这一哭就是三分钟。现在不哭好像要写的，似乎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口，当场拿起笔写下九个字，马拉松进场最后一圈，透露崩溃原因。我们从这里出发开始跑，跑人生一大圈，最后要回到这里。吴宗宪出道30年，影歌是三期，也曾经在多位实力唱将的金曲台上表演，再低迷的气氛也能被炒热，被网友封为最佳神救援。舞台上魅力四射，一上台就能掀起高潮。他过去也曾经以《真心换绝情》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男演唱人，但距离上张专辑已经是12年前，如今再登台，只想让大家知道他也有音乐魂。我好想少录音，我羡慕死那些歌手了。然后今天在台上哇，唱，我是一个真正的音乐人。三立新闻卓汉君吴宣彤台北报道。